谁最爱迟到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妹妹，谁啊？妹妹最爱迟到，你为什么不承认？一定是大家众所皆知。你为什么要迟到？因为太胖了。不是，刚刚我们现在不要讲胖这个话题。好，因为每次通告时间到，他还在吃。没有啦，只是我动作超慢的，就是我可能早上我预定前半个小时，前一个小时起床，然后半个小时后出发，我在中间时间就会慢慢摸，就想说要穿什么衣服，拿出来别人要放回去。所以说你在想说要穿什么衣服，或者拿什么衣服，或者中间会要停下来喘气的。他不会，他会这样，他会这样。好走，太冷了。哎，小狗。他会一直有那种语助词，他在家里就动作超慢，你叫老太婆。那就是胖啊。绝对不是，只是这个人习惯。那 Ava， 你为什么说他睡觉跟死猪一样？他讲死猪吗？我讲，他讲死猪，睡得跟死猪，可爱的小死猪一样，可爱的小猪，我要说可爱的，好啦，可爱的。所以他睡觉会不会打呼？会，他还会翻白眼，他手机里有。睡觉，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偷拍他睡觉的样子，因为偷拍他睡觉，还会录到一些不可思议的声音，可能有各种的打呼声，牛啊、猪啊都出现。对，我有。他睡觉会磨。声音。妹妹后来这个迟到被罚钱吗？嗯，有一次被罚了，就是。罚多少？多少？就是那个月总结，他要罚。罚12000啊。没有，我们好像大概从半年还是几个月加起来累积的。你们怎么算单位？是一分钟还是算一次？半小时，半小时500，嗯，半小时500，半小时500，你罚到12000啊？你是三个月都没来啊？我们是累积，不是超过十分钟，因为我们有十分钟的缓冲时间，超过十分钟，如果你11分到的话就是500啊，如果半小时内半小时就是1500，31分就是1000了，就31分开始。那超过一个小时，就是1500啊，反正就累积上去啊。哦，那你经常就是放假不去，就对。没有，罚钱对你来说没有用。有那阵子超乖的，就是那阵子都吓到。你是乖了还罚了10000多？罚完之后变乖。罚完之后变。OK， 因为你想想看，10000可以买多少吃的？不是买的，不是的。那你有人说你起床以后很恐怖啊？小杰说的。有，因为妹妹起床的时候，她就会叫她起床，很难叫，因为比如拍她，她说好啦，然后一直翻来翻去，然后再一直拍她，她嘴巴就会下垂，然后就眼睛张大看着你，然后就会吓到想哎呦，然后赶快就想我先出门了，先睡，然后就走。是有起床气，对，下床气的意思吗？很严重，很严重。谁最爱漂亮？5、4、3、2、1，不用趴了啦，后面OK， 可以再高。好了呀，够了，快去拿。俩狗自己承认了。因为一定是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还蛮喜欢，就是一直补口红啊，或者什么的。因为我很喜欢嘴巴上唇蜜不可以没有，然后现在又剪了刘海，就很怕刘海会闭塞。然后有镜子的时候，我也哎好了，我在讲，好，你不承认。对，然后就是有镜子啊或者什么，我无时无刻过去都要这样。照一下，然后才可以走。只要有镜子，你就想照，就想要看一下。其实这种算是敬业了。没有，他有一次很过分。有一次我没有化妆去，好像是练舞还是什么，就戴了一个眼镜，戴了一个墨镜去。然后我一到，他就这样，哎，你看我一下。他在照镜子，他就这样照镜子说，你看我一下。好了，没事。而是这边看，因为他的墨镜反光，我可以当镜子看。连这个都不放过，真的很夸张。哎，最爱搞小动作。哎呀，女孩最喜欢来这种。可以自己承认哦。1，哎，怎么是我？我写的不是我自己耶，我写的是我自己。我跟你讲，坦白从宽，赶快自己讲，为什么？鬼鬼为什么喜欢找小动作？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奇怪一点，先放我下来。不行，要一直拉着。这样好难讲话。因为有时候我会想一些比较奇怪的 pose 吧。对。
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我自己心里很开心。好了，我没有，我就自己心里很开心。哎，我们现在先听听看其他人为什么讲你。然后你再摆一个很奇怪的 pose 给我们看，就像他讲的，他拍照啊，就像我们拍照可能就是平常的一些 pose， 但他有很多很诡异的，然后就是会逗的那个摄影大哥哈哈大笑，然后拖延进度的那种，但是是可爱的 pose， 然后是吸引人注意的。你昨天不是这样讲？是啊，那你把它讲出来嘛。他说你这个很小心眼，很会利用配件替自己加分。对，啊，打扮。对，我喜欢一些很奇怪的配件，就是。比较夸张一点的，例如，像那种晒衣服的链子啊，然后可能中间有一个笑脸之类的，晒衣服的链子，或者是那种停车链，对，或者是停车不是有一个 stop， 然后我就会挂一个东西在小小的牌子，去哪里弄来这些东西？去找的。就我很喜欢一些。那你找的时候，你不会想啊，这个一定很适合我们团里面谁啊？这很适合，不会，就只有自认为适合自己。因为他们应该不会带那种比较夸张，因为其实在里面。好像只有我会带比较夸张。如果他们买那些很夸张的东西送给你们，你们会接受吗？会啦，有的还蛮可爱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们这些人是真的发自内心的，而且会。这很严重。谁卫生习惯最差？哎，里面应该只有大家比较干净。我的天哪，你来，你们 Apple 它脏在哪里？像我脏，我是脏在我自己的家里面，因为我回到家，我都必须把我包包全部清干净，隔天再也把东西放进去，就是我包包最起码出去是维持干净。他，你包包永远都翻得到那种发霉的饼干、吃剩的饼干屑，然后一堆头发、梳子上的头发，就什么脏东西他都有。里面应该有小强吧？没有那么夸张。哎，我觉得他们习惯不拿出来，不清的，他们都很阴险的。今天讲都是挑好听的讲。跟本来讲实际讲都不一样。那个谁 ，Apple 不是还有讲一个？有什么？不是，我想到什么？你讲。剪指甲。他会在我家剪指甲，在我家床上剪指甲，然后剪着剪着指甲嘞就不见了，原来都在我床上，然后他人就走了。我睡觉时候想说怎么被东西刺到，才发现都是他的指甲。哎呀！还有他拔一毛。哎呀！他就一直拔，然后后来才听说他的腋毛啊，不是粘在卫生纸上面，是看到哪里就粘，可能就是床上啊、墙壁啊、墙壁都是重腋毛。女孩子腋毛不是用拔的吧？他很爱拔，有的是用拔的，不痛啊，痛啊，很爽。你讲什么？他拔腋毛感觉就有点像我们拔鼻毛，鼻毛谁最长？肚脐。5 4 3 2 1，哎，欣然接受啊！你个人是这样认为吗？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有小蛮。哦，小蛮。对对对，没有舞蹈方面啦。其实还好，大家没有提到小蛮，只有讲到你。有吗？哪有？那时候看到旁边那个妹妹，不就也有写到小蛮？他说你跳舞跳得很糟糕哎。我没有。年纪最小的，然后像每次在跳舞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是要特别去教他，就是说，哎，小姐，你有地方不会吗？你们这个团体记性不好，人不少哈，你记性也不好。很多，记性。对，你为什么记性不好？记性算好的，记性最不好应该妹妹吧。真的。妹妹是无脑不一样。我有脑，空的脑。记性不好，那你平常是记什么呢？我会记一些很琐碎的事情，琐事，琐碎，琐碎，我想说你是记琐事而已，琐碎的事情，比如说谁那一天穿什么衣服或者什么鞋，对，我也会，哦，他们两个会，很强，还有路边的扛棒，对对对，之类的，记那个干嘛？因为不记得路名之后要记得扛棒跟店家，然后或者是路上，可是有很多店很多分店的，对啊，哎，我要到胡须章那边，哪一家？哪一家？那么多家。Okay. 他通常大家的批评都是常常跳错舞步，讲话口齿不清楚。刚刚自己有承认，那现在口齿有比较，他现在口齿有比较清楚吗？好很多，因为之前是因为戴牙套，记性不好，讲话不清楚。OK， 肮脏。我渐渐找出你们这个团的特性。OK， 来第六题，谁最爱发脾气？
3 2 1还低，还低。你的绳子刚刚好紧哦，但我在看，绳子在颤抖。对啊，绳子在颤抖。来，为什么？哎，宝，他为什么？其实他现在好很多，他现在好很多了。是因为他是团长的关系吗？对，因为团长要管很多事情，然后像我们就是肮脏啊，他也要管，然后就是什么都要管，因为想要为了大家好，所以他就必须要比较凶一点，不然我们这就……那请问一下啊，他的嘴脸怎么看得出来他脾气不好？我因为我写的是看他的嘴脸就知道凶了。笑嘛，是不是？我也是啊，因为我不笑的时候真的，他不笑的时候真的很凶，有一点那种感觉。对啊，可是通常一个团体，大部分就是团长会比较严格一点，因为他带领大家嘛。对啊，然后像以前刚跟他认识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他是不是讨厌我，因为就是常常可能讲话或者是。因为不是很熟嘛，所以可能面无表情的时候，就觉得他非常的凶。而且尤其现在，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狗仔那么多哎，有的时候我真的看过你的照片，你在跟他们讲话，其实是面无表情。OK。啊，讲正经事或是谈事情的时候是面无。我讲正经事真的是没办法。可是我看过有一张什么你在讲事情，后面还有人在哭。现在我了解，不是没有，不是今天我了解。因为你们随时随地一个小事都要哭啊，所以不奇怪。OK。他不耐烦，他不耐烦会翻白眼，严重的翻，超严重。OK， 超烦。我再一次。360度那种。就是这样，是不是感觉很凶？然后这时候那个鬼鬼说啊，他不耐烦都是为我们大家。他翻白眼也累的，没有这么想吗 ？OK 啊。不过，刚刚我在家里无脑的时候，大牙的表情是这样。哇，终于懂我了，终于感觉。谁是双面人？哎呀，4 3 2 1。哎，是我你啊，恭喜他。他为什么是双面？为什么？我不是写他，我也不是写他，谁写他呀？我啦。为什么？他只有一票，他也可以当选哦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写的是他在女生面前会一个样，然后在男生面前看到男生，顺便大洋，你跟我讲他跟那个是什么小香之类的。我超不会这个样，好不好？你哪里看到？你告诉我，这就是平常跟女生讲话的样子。现在就双面了，因为我们在场有男生哦。嗯，怎样？我对你们怎样？你生气？你干嘛生气？我想说要平静一点，怎样？不要你不要。没有，我不会啦，因为我私底下男生朋友根本就不多啊。哦，就是，但是就是那几个，你看的会喜欢的后就会就不一样。女人都会这样的，女人最虚伪的。我跟你讲，女人就恨。你不敢讲，我讲。生什么气？对，这样也 OK 啦。就是，那你有喜欢的男生吗？心里面？目前没有哎。那你看到一些男生，你变得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他们比较温柔。我知道他们说为什么，因为我们在节目上常常会有助教，就是老大旁边会有一个助教，对，然后可能就因为常常就是可能为了节目效果，然后就故意助教就说喜欢我或是什么的，是，所以就在节目上他们都会用这个点来一直闹。但我就很讨厌你这种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种在我旁边我就挂。哎，不能挂，把手弄掉，把手弄掉。哇！感觉上比例不一样，就模型有比例了。差超多的啦，真的，超多，真的。小声一点。而且我近看才发现头真的有大。